看笑了就笑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花友工作室的配音唱歌疗愈系樱花妖精天音笑乐，很开心可以入围这次的金 V 奖最佳女 V。在直播听到这个消息的当下，真的超级兴奋。这在我心中代表了3年来的经营成果获得了肯定。感谢从出道时期战音工作室，一直到现在的花友工作室，小伙伴们的各项支援和协助，还有与我一起奋斗创造作品和直播的 V 鹏鹏，最重要的就是不同时期陪伴着笑乐前进的校友们，那都在每个当下成为我往前走的力量，还有最珍贵的回忆。回头才发现已经走了这么远，谢谢你们常常鼓励我，给我建议和点子，还有各种线上线下的活动。没有观众也成就不了这些直播跟互动，你们是我前进的最大动力。最后感谢金 V 奖团队和评审，筹备跟评分真的辛苦了。无论最终得奖结果如何，我都非常荣幸能在这次奖项中被大家看见。我们12月7号金 V 奖典礼见。